常的优惠价 ，OK。四个色颜色比较少啊，白 ，OK， 白色，白是off white，OK，、okay, 白色。这个是 Honey Go， 它有点橙黄，橙黄色这样子 ，OK。Honey Go， 我不能叫它卡，因为它有点带黄这样子。Honey Go，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个 Powder Pink 啊，灰粉灰粉这样子。加待会助理会穿 Pastel Blue， 我滞留了助理身上穿的，待会助理身上穿的那个蓝 ，OK。前面整排纽扣啊，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属于那种衬，这个衬衫面料很舒服啊，它滑滑的。比起那种男生的衬衫的面料啊，这个面料比较容易烫 ，OK。后面啊是这样子破开破线啊，中间破线，然后是有桌折的款式，一样啊，肩膀这边一样啊，它这样子破线，然后桌折的款式。基本上这一件它上围是属于一个蝴蝶袖的裁剪，虽然吊在那边你看是没有袖，可是整体它穿起来，它有个 cap slip 的那个效果在那一边 ，OK。纽扣全部是可以开，它一样，它前面不是做了平的，它旁边看。它是有个弧度的，后面的长度一样可以 cover 到 hip 的一半 ，OK。free size 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去哈。只要穿起来比较 ladies 的话，带走我身上这个 powder pink 吧，它就是灰粉灰粉的，它不挑年龄穿的。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可是因为之前我收了很多个款啊，这个颜色，所以这个款我就保留了 pastel blue 粉色啊 ，OK。对啦，来四个色啊，要不要女人味的话，主播身上的粉哈。对了，来我去换白色，白色牛仔一定是衬搭得到的了。然后我就搭，对，它这个的蓝哈是纯新的颜色哈，有点青这样。对，好像青蓝青蓝色很特别啊。如果是说要新色的话，这个绝对是新色啦，新的颜色，它跟我们之前有的蓝不一样，它是带青的，很特别啊这个颜色。浅浅的这个我们常常这样子的蓝是非常难看住的，所以说这件稍微可以到112，你看啊，没有拉，基本上尺寸是没有拉伸了的哈，可以说穿去是有这么多空间，所以说 XL 顾客这个你穿得到，稍微穿到的话应该没有问题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直筒的裁剪，然后说这个版型你不搭也是刚好，它不会来一个五五的感觉是不会啊，旁边这边它是有这样子的曲线哈，我喜欢自留一样哈，我会选择我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啊，很冷的这个面料上身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给那些说上班我不能，你需要穿的比较是说要有 collar 的，因为有些可能说一些场合你需要找件上衣是有 collar， 这一件就非常的适合。就这样，价钱只要59。要我身上这个是 pastel blue 哈，新的颜色来的。就像助理每次讲啊，你去那个日本的牌子 U 牌子买这样的、啊，最少最少啊，三位数啊，这种需要三位数哈。对了，他们简简单单啊，都要三位数，非常适合那些长期需要跑 marketing 的人，又想穿的，因为需要在外面跑，公司又要求你穿有 collar 的，你又不想穿的太那种 formal 的，这个款式很适合。它 formal 的来，它有款式，它不是那种 basic 的那种衬衫啊，有款式的。我身上的白色衬牛仔非常好看 ，OK。来，主播身上那个要搭牛仔白搭，你可以选择白色或者是蓝哈。不用怕会透啊，面料的厚度刚刚好，一样要穿浅色系，因为它所有的颜色都是浅的。我们的这内在美穿为裸色系，以前我们每次讲阿玛内衣的颜色 ，OK，、啊、可是好的颜色。对，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是必备的颜色，对，衣橱里面必须要有的颜色。旁边看是有弧度的，所以这一件没有搭衣非常好看，因为它不会死死板板。如果它前面做这样子直的，穿起来是没有这么好看的。它有一点点前短后长啊，一样啊 ，hip 还是可以 cover 到一半的。我喜欢袖子这一个 part 啊，袖子的那个 DPP20 啊，青色 XXL 流的 Jasmine JSL05， 你的是黑色，然后再加卡其色 M 流的 Cindy 也是 STP50 黑色流了 ，Joanne STC01 蓝色流了。好了，这一次我就配搭一个半裙的给你们看啊 ，OK， 刚才是休闲版的 ，OK。我配搭一个西装裤给你们看，因为这个西装裤我这边挖到一个有 S size， 所以你们看着泡完的记得要下单的话回来这边下单哈。还有不要 inbox 下单哈， inbox 下单暂时不保留啊，来这里直播下单会先保留给你们哈。你怕你要到你的时候没了。
学生这个款式上衣选择颜色算是比较少哈，四个色 ，pastel blue、powder pink、white 跟 honey gold 四个色。奥森丁的配搭可以，这个色衬搭安妮哥。衬搭西装裤啊，肯定没有问题。一样呢，因为这个款式呢，我建议你穿比较修裤管的会比较好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衬的牛仔裤是修裤管的，现在我一样衬搭了一个比较修裤管的西装裤是搭得到，所以上班衬西装裤一样是搭得到。所以要比较时尚的配搭，可以这样子裤子搭这个上衣啊，整体是比较时尚的一个搭配色哈。因为我没有搭印好，来我搭印好一点点，我看一下。时髦的衬衫强烈推荐你带走啊，5090几而已啊，哪里找啊？59啊，来你们看新的色啊，不一样的感觉啊，就你和我的配搭完全不一样，休闲肯定没有，没有牛仔没问题，不过配搭比较时尚，然后比较职场风的一个配搭，上班对，搭了一个西装裤，然后是颜色方面不知道怎么入手的话 ，OK， 搭你说搭牛仔的话 ，OK， 白色跟白这两个色是属于它的衬衫的经典色哈 ，OK， 比较 ladies 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 powder pink， 或者是 powder pink 和 pastel blue 可以二选一，对，这两个是二选一，比较时尚的颜色，主播是穿的这个 STC01 价钱只是59 ，OK， 衬衫这一期就这一个款式 ，OK。没有，然后我们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是牛仔裤啊 ，OK， 牛仔裤两个色，